我想去左边狼洞或者狼营看看能不能偷两块煤或者，两块煤或者火药回来。这里发现都摸干净了，保险柜的话，钥匙我救了一身。为什么救他呢？首先，一个她是小姐姐，其次啊，增加一下游戏体验吧。其实第二天到这个进度的话，我感觉他们的胜算已经不大了。这里我让牧师赶紧逃跑。进度有点慢了。